狮子吼，幻化威德相如来。南无现种种，广佛华严经普贤恨愿品，唐继宾国三藏般若奉诏译。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称叹如来甚功德已，告诸菩萨及善财言：善男子，如来功德假使十方一切诸佛，今不可说不可说佛刹，即为成数劫相续演说，不可穷尽。若欲成就此功德门，应修十种广大恨愿，何等为十？一者礼敬诸佛，二者称赞如来，三者广修供养，四者忏悔业障，五者随喜功德，六者勤转法轮，七者请佛注视，八者常随佛学，九者恒顺众生，十者普皆回向。善财白言：大圣，云何礼敬乃至回向？普贤菩萨告善财言：善男子，言礼敬诸佛者，所有净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佛刹，即为成数诸佛世尊。我以普贤恨愿力故，身心信解如对目前，悉以清净身语意业，常修礼敬，一一佛所皆现不可说不可说佛刹，即为成数身。一一身遍礼不可说不可说佛刹，即为成数佛。虚空界尽，我礼乃尽，以虚空界不可尽故，我此礼敬无有穷尽。如是乃至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礼乃尽。而众生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，我此礼敬无有穷尽。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。复次善男子，言称赞如来者，所有净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刹土，所有即为一一城中，皆有一切世界即为成数佛，一一佛所皆有菩萨海会围绕。我当悉以甚深甚解现前之见，各以出过辩才天女为妙舌根，一一舌根出无尽音声海，一一音声海出一切言辞海，称扬赞叹一切如来诸功德海，穷未来际相续不断，尽于法界无不周遍。如是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赞乃尽。而虚空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，我此赞叹无有穷尽。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。复次善男子，言广修供养者，所有净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佛刹，
即为成中，以各有一切世界，即为成数佛。一一佛所，种种菩萨海会围绕，我以普贤恨愿力故，起身信解现前之见，悉以上妙诸供养具而为供养。所谓花云、幔云、天音乐云、天伞盖云、天衣服云、天种种香、涂香、烧香、墨香、如是等云，一一亮如须弥山王。然种种灯、酥灯、油灯、烛香油灯，一一灯柱如须弥山，一一灯油如大海水，以如是等诸供养具，常为供养。善男子，诸供养中法供养最。所谓如说修行供养，利益众生供养，摄受众生供养，待众生苦供养，勤修善根供养，不舍菩萨业供养，不离菩提心供养。善男子，如前供养无量功德，彼法供养一念功德，百分不及一，千分不及一，百千俱之那由他分、迦罗分、算分、数分、欲分、优婆尼沙陀分，亦不及一。何以故？以诸如来尊重法故，以如说行出生诸佛故。若诸菩萨行法供养，则得成就供养如来，如是修行是真供养故。此广大最胜供养，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供乃尽。而虚空界乃至烦恼不可尽故，我此供养亦无有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生与意业无有疲厌。复次善男子，言忏除业障者，菩萨自念：我于过去无始劫中，由贪嗔痴发身口意，作诸恶业无量无边。若此恶业有体相者，尽虚空界不能容受。我今悉以清净三业，遍于法界即为尘刹，一切诸佛菩萨众前，诚心忏悔，后不复造，恒住境界一切功德。如是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刹乃尽。而虚空界乃至众生烦恼不可尽故，我此忏悔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。复次善男子，言随喜功德者，所有净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成数诸佛如来，从初发心为一切智勤修福聚，不惜生命，今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劫，一一劫中舍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头目手足，如是一切难行苦行，圆满种种波罗蜜门，深入种种菩萨智地，成就诸佛无上菩提，及波涅盘分布设立，所有善根我皆随喜。即彼十方一切世界、六趣四身、一切种类所有功德乃至一尘，我皆随喜。十方三世一切声闻及辟支佛，有学无学所有功德我皆随喜。一切菩萨所修无量难行苦行，至求无上正等菩提广大功德，我皆随喜。如是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此随喜无有穷尽。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。复次善男子，言勤专法轮者，所有净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
一切佛刹及微尘中，以一个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及微尘数广大佛刹，以一刹中念念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及微尘数一切诸佛成等正觉，一切菩萨海会围绕，而我悉以身口意业种种方便殷勤劝请转妙法轮，如是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常劝请一切诸佛转正法轮，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。复次善男子，言请佛注视者，所有净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陈述诸佛如来，将于示现波涅盘者及诸菩萨，声闻、缘觉、有学无学，乃至一切诸善知识，我悉劝请莫入涅盘，今于一切佛刹即为陈述劫，为欲利乐一切众生，如是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此劝请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。复次善男子，言常随佛学者，如此娑婆世界毗卢遮那如来，从初发心精进不退，以不可说不可说生命而为布施，剥皮为纸，吸骨为笔，刺血为墨，书写经典即如须弥，为众把故不惜生命，何况王位、城邑、聚落、宫殿、园林一切所有，给予种种难行苦行，乃至树下成大菩提，是种种神通，起种种变化，现种种佛身，处种种众会，或处一切诸大菩萨众会道场，或处声闻及辟支佛众会道场，或处转轮圣王小王眷属众会道场，或处刹利及婆罗门长者居士众会道场，乃至或处天龙八部人非人等众会道场，处于如是种种众会，以圆满音如大雷震，随其要欲成熟众生，乃至示现入于涅槃，如是一切我皆随学。如今世尊毗卢遮那，如是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，所有尘中一切如来，皆亦如是。于念念中，我皆随学。如是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此随学，无有穷尽。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，无有疲厌。复次善男子，言恒顺众生者，为尽法界虚空界十方刹海所有众生种种差别，所谓软身、胎身、湿身、化身，或有依于地水火风而生住者，或有依空及诸秽木而生住者，种种身类、种种色身、种种形状、种种相貌、种种受量、种种族类、种种名号、种种心性、种种知见、种种欲要、种种异形、种种威仪、种种衣服、种种饮食，处于种种村营聚落、城邑宫殿，乃至一切天龙八部人非人等，无族、二族、四族、多族，有色、无色，有想、无想，非有想、非无想，如是等类，我皆于彼随顺而转，
种种尘事，种种供养，如见父母，如奉师长及阿罗汉，乃至如来等无有异。于诸病苦为作良医，于师道者是其正路，于暗夜中为作光明，于贫穷者令得福藏。菩萨如是平等饶益一切众生，何以故？菩萨若能随顺众生，则为随顺供养诸佛；若于众生尊重尘世，则为尊重尘世如来；若令众生生欢喜者，则令一切如来欢喜。何以故？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，因于众生而起大悲，因于大悲生菩提心，因菩提心成等正觉。譬如旷野沙砾之中有大树王，若根得水，枝叶花果悉皆繁茂，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。一切众生而为树根，诸佛菩萨而为花果，以大悲水饶益众生，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。何以故？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，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。是故菩提属于众生，若无众生，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。善男子，汝于此意应如是解，以于众生心平等故，则能成就圆满大悲；以大悲心随众生故，则能成就供养如来。菩萨如是随顺众生，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此随顺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。复次善男子，言普皆回向者，从初礼拜乃至随顺所有功德，皆悉回向净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，愿令众生常得安乐，无诸病苦，欲行恶法皆悉不成，所修善业皆速成就，关闭一切诸恶趣门，开示人天涅槃正路。若诸众生因其积极诸恶业故，所感一切极重苦果，我皆代受，令彼众生悉得解脱，究竟成就无上菩提。菩萨如是所修回向，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此回向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。善男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十种大愿具足圆满，若诸菩萨于此大愿随顺去入，则能成熟一切众生，则能随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则能成满普贤菩萨诸恨怨海。是故善男子，汝于此意应如是知。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已满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佛刹，即为成数一切世界上妙七宝，及诸人天最胜安乐，布施而所一切世界所有众生，供养而所一切世界诸佛菩萨，今而所佛刹即为成数劫，相续不断所得功德。若复有人闻此愿王一经于耳，所有功德比前功德百分不及一，千分不及一，乃至优婆尼沙陀分亦不及一。或复有人以生信心于此大愿受持读诵乃至书写依似句记，速能除灭五无间业，所有世间身心等病种种苦恼，
乃至佛刹及微尘数一切恶业，皆得消除，一切魔君、夜叉、罗刹，若鸠盘图，若毗舍蛇，若不多等，淫血啖肉，诸恶鬼神，皆悉远离，或时发心清净守护。是故，若人诵此愿者，行于世间无有障碍，如空中月出于云翳，诸佛菩萨之所称赞，一切人天皆因礼敬，一切众生悉因供养。此善男子善得人生，圆满普贤所有功德，不久当如普贤菩萨，速得成就微妙色身，具三十二大丈夫相。若生人天所在之处，常居圣足，悉能破坏一切恶趣，悉能远离一切恶友，悉能制服一切外道，悉能解脱一切烦恼，如狮子王摧伏群兽，堪受一切众生供养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身体只是一个盛装各种污物的皮囊，听闻的人们啊，切勿娇养它，装扮它。我艳冠群芳，一个美丽女人想着，我可以诱惑任何我想诱惑之人。事实上，她动人的身躯不过是一堆血、肉、淋巴、骨骼和排泄物，一点也不漂亮美好。人生如同一纸盛装了排泄物的精致瓷瓶，一打开它就令人作呕。我们耗费心思来照料身体，用最鲜美多汁的菜肴喂养它，用最时髦的衣饰装扮它，努力让它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，是多么的浪费时间。除了墓地，身体没有其他归宿，在墓地里它将被焚化、被埋葬，或被用来喂养鸟禽。受到最无用的动机的驱使，我们投入商场与对手竞争，毫不犹豫地撒谎欺诈每一个人，使我们在追求无用目标的同时增添了恶业，而且到最后我们永不厌足。我们的财富不够巨大，我们的食物不够美味，我们的欢愉似乎永远不够强烈。当我们拥有足够的食物来维持生命，拥有足够的衣装来遮身蔽体时，我们还需要什么呢？我们的心灵上师有了这些就心满意足，他们从不贪图奢华的衣饰或价格高昂的精致佳肴，他们嘲笑安逸和名声。因此，我们平日对身体的关注
即无功德可言。然而，它却可以成为修持佛法价值无可估计的工具。可惜的是，我们只能短时间使用这个工具，直到我们死亡。因此，我们不应只是尽可能地让它享受欢乐与舒适，我们必须善用它，用它来趋近证悟的境界。如果你无法停止迷恋身体，那么你的执着与贪爱只会增加。我们应该把身体视为一个幻象，一个梦中的色身。我们应该只给予身体必要的照料，以维持良好的健康，然后把全部心力用于修行。如此一来，我们有朝一日就会变得跟菩萨一样。菩萨毫不执着于身体，随时准备布施他们的四肢、眼睛，甚至生命，来利益他人。护生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